我小时候看到很多的颜色，我都觉得很想要把它画出来，但是又怕自己的画的历练又不够，所以我就会从事很多的工作，包括我去当过幼稚园的老师啊，去当过专科的老师啊，去做农啊，然后去打工啊，去咖啡屋，然后去当漫画的助理员，然后去画插画出书，然后去做很出众的工作，我都做。那这段时间呢，我也有去意大利去深造了4年，然后就是把希望能够把生活生命当中的历练这些工作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就读了心理学，好，然后心理学就是和美学，还有我是复兴美工的美学美，心理学人，然后哲学爱智，就是爱智慧的人，神学爱，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得以那个把它呈现内化，然后融合跟艺术，然后展现在各位面前，然后希望大家看到能够觉得啊，这是我的一个生命的历练，而且是看到的东西能够喜欢，能够感动。我画画的启蒙点、原始点，然后这个人他是一个抽象的，这是有点具象。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所有妈妈都很伟大，都很美。然后这个是我，然后他是一位职业画家，所以他画画的时候，他快要临盆哦，快要临盆以后，他才放下画笔。我奶奶催他，你赶快去医院，然后我才去诞生的。所以他这个画是我的未来的画，那么会有一张，然后这个是我的妈妈。为什么她的眼睛要黄色？因为我觉得母亲像月亮一般的温暖，像太阳一般的光耀，她的眼睛是很明亮的。因为她在家里头除了要当个妻子、当个母亲以外，她还要注意很多方面的事情，所以她眼睛是黄色的。动物都很开心，然后这个也符合圣经上的河。为什么画黄色的？因为它上面的河是流着黄金跟珍珠的河。那我有看过很多的中外的一些作品，它的河是蓝色的，但是我想希望能够更接近，所以我把它画成黄色的河。然后我也希望这世界能够像那时候的伊甸园这样这么的和平。有狮子能够跟羔羊同卧，这样子很开心，然后不会说彼此相争。然后狐狸也有洞穴，所有的动物都有吃的有喝的，很开心。希望人的世界也跟是这样子，大家这么的 happy。 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这张画是用很明亮的色彩去呈现出来。